假球绝对是所有的职棒迷的心中的痛。比如说本名蔡正宜，他现在是要选嘉义的议员。这最经典的应该就是这假球案。因为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是学校的棒球队的，我就很爱看棒球。然后大家是兄弟象嘛，2003年的时候兄弟象三连霸，天天看就觉得很精彩。陈志远黄金战士，台湾队的第一棒。2003年亚锦赛前面吞4K最后一个打数，打出最评分的安打，英雄啊！想说参加兄弟棒球夏令营，我有一天看到他，我跟他说我可以跟你握手嘛。一握完手，那天晚上都不洗手、欸，就直到2009年哦，黑象事件，这真的是伤透了我的心，真的是干。高三的时候我还偷偷哭哎、欸。的雨酸，他要被判诈欺罪。犯罪的人可不可以出来选议员？然后我们就先单指议员这件事情。其实很多的消极资格，我们就简单很跟大家介绍：如果你曾经犯内乱外患，或者是贪污，或者是妨碍投票罪等，也不是全部的妨碍投票罪，你是不能出来选的。但是如果你是犯这三个以外的犯罪，先讲原则，你只要执行完毕，就是你是服刑完的，你其实基本上是可以出来选。所以我们就雨刷来讲，他是犯诈欺罪，所以他并不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罪了，且他也服刑完毕，所以他其实是可以出来选。还是希望大家继续看职棒。那有个职棒球员有时候会来跟我们互动，也蛮喜欢他的，乐天桃园这个陈宇勋，希望陈宇勋有来看我们的影片。